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أما بعد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我们现在来学习第七课伊斯兰四大法学家的简介伊斯兰法学啊就是教法学是以伊斯兰的兴起和传播同时起源的伊斯兰教初期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凭阿拉的启示判断是非处理问题即启示是立法的源泉在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时代伊斯兰教法只是依靠两大法源就是古兰经和圣训至以公义以及曼和给亚斯类比还没有出现啊，古兰经明明没有明求涉及的问题都是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根据其所讲的启示进行啊解答和处理叫 ijtihad 啊隐逸推理啊解释来处理的啊，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的这个解释啊，这个解答、这个处理呢，以及他的言行啊，就成为我们大家所遵循的圣训。圣训，所以圣训啊，就是记录有关使者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求这种赐他幸福平安的言行啊，他怎样处理问题，怎样解答问题啊的一种记录。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啊去世之后古兰经还没有编辑成册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圣门弟子他们都是哈菲兹古兰经的背诵者还有很多是圣训的背记者他们也背记了很多圣训啊如著名的圣门弟子艾布胡雷拉啊求助袭击他经常跟随着使者萨拉拉胡阿里希和圣人们所以他记录的圣训收集的圣训背记的圣训就很多是吧在第一任海利法艾布巴克尔在位期间伊斯兰教法也主要依靠的是古兰经和圣训在研究伊斯兰教法的过程中由于每个教法学家对古兰经文的理解不同对圣训收集整理和研究范围有限啊，每个教法学家对古兰经文的理解不同对圣训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范围有别也由于他们所处的区域所受的文化教育这个社会所环境还有是民风民俗的不同故他们在原则上虽然都以古兰经圣训为立法依据但在如何应用此依据隐逸制定新律例以及在没有坚信明文的援引的情况下根据什么来制定新的教法结论呢因此存在不同的主张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众所周知在伊斯兰的发展历史上著名的四位教法学家是艾布哈尼法马利克沙菲尔和伊本哈巴里他们集合了古兰经圣训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创制了各自的教法主张被人们广泛接受形成了伊斯兰教法的四大学派哈纳菲学派马利克学派沙菲学派哈巴利学派自四大教法学派奠定了伊斯兰教法学体系
著名的四位教法学家，一伊玛目阿布哈尼法，1180年至150年，即公元的700年至767年。第二位，伊玛目马利克，1195年至179年，公元715年至795年。第三位，伊玛目沙菲，150年至204年，即公历767年至820年。第四位，伊玛目阿哈麦德伊本哈巴里，1164年至240年，即公历780年至855年。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请这四位教法学家的简介。第一位，伊玛目阿布哈尼法。伊玛目阿布哈尼法，他的名字全名叫努尔曼的伊宾萨比特，是伊斯兰逊尼派哈纳菲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教义学家。他创制的教法学灵活、宽容、公正，受到穆斯林的爱戴，系伊斯兰教第一位和影响最大的教法学家，所以被大家尊为大伊玛目，故其教法学派也称大伊玛目派。哈纳菲学派以马利克、沙菲尔、哈巴利学派并称为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因该派学说最初盛行于今伊拉克的库法等地，又称为伊拉克学派和库法学派。那么学派的发展，该派在创制教法立历时，主要以古兰经为据，慎允审慎引用圣训，很谨慎的引用圣训，重视类比和公义，对类比和公义的应用比较灵活并通，尤为强调执法者的个人的意境和判决，故以意境派著称。该派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重视法律的精神，甚以教法的词句，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不受类比推理的约束，而以教法官的优先原则为依据，做出更近于公正的判决。阿布哈尼法初创该派教法体系的时候，重教法论理准则，轻司法实践，寄居为阿巴斯王朝效力，并因此而蒙受了迫害。其著名的弟子艾布尤苏夫和穆罕默德·西班等继续发展其学说，并转而与当时的执政者合作，使该派得到了阿巴斯王朝和奥斯曼的帝国的支持。大批教法学家被任命为司法官，该派就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学派。该派现盛行于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埃及、突尼斯、印度、巴基斯坦、中亚等地。中国穆斯林大多遵从该派的学说。于公元
767顶在巴格达归真。二，伊玛目马里克，伊玛目马里克是伊斯兰马里克学派的创始人。马里克是马里克学派的创始人，麦地那的伊玛目圣信学家，圣信学家生于麦地那，以归真于麦地那。马里克学派以哈纳菲学派、沙菲学派、哈巴利学派合称为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该派认为经律具体历历有信，而经文的原则系以圣训进行解释和补充，但应允圣训则主张以麦地那地区学者们公认的传书为依据，在无经信铭文和圣门弟子的言行为依据时，除有限地使用类比和公义外，主张在不违反经信精神的前提下，可根据当事人或穆斯林集体利益需要及照顾到公义的原则而立法断案。至于哈纳菲学派的择善原则颇为相似，该学派起源于麦地那的司法实践，以前辈教法学家的判例为支柱。创始人马里克的学说是对麦地那学派公益成果的系统阐述，内容大多以早期的学者的个人推理为基础，其最高标准是麦地那的公义，并可以根据现行惯例和个人推理对圣训斟酌，假若与社会福利发生矛盾，可以离开严格的类比，而重视利率的效果，实行考虑公共利益的原则。学派的发展，该派产生于麦地那，又强调以经训为立法的主要依据，因此受到伊斯兰正统派的推崇和拥护。最初的中心是在扎西兹和埃及，后流行于整个北非及中非、西非和穆斯林地区，曾在穆斯林西班牙取代奥扎伊学派，在黑扎子亦以汉字巴斯拉等地流传，在黑扎子亦以汉字学派的发展，该派产生于麦地那，又强调以经信为立法的主要依据，因此受到伊斯兰正统派的推崇和拥护。最初的中心是黑扎子和埃及，后流行于整个北非及中非、西非的穆斯林地区，曾在穆斯林西班牙取代奥扎伊学派，在黑扎子就是汉字巴斯拉等地流传，并一度占主导地位。后来由于阿巴斯王朝重视哈纳菲学派，影响逐渐减弱，目前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是唯一得到承认的学派，除在沙特阿拉伯的黑扎子以及巴林、科威特、巴勒斯坦等地有追随者外，主要流行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舍内加尔、尼日尔、马里、尼日利亚和苏丹、乍得等国。他的法学著作《穆罕汤》，又名《圣训异动》，
圣信易读，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伊斯兰教法文信，也是由圣信集的形成过渡到法典的最早阐释。这部著作啊，是他历时41年，从医生重启医生收集，重启医生收集，共收录了圣信500段，按教法题材分类汇集编排，每章又分若干，每篇又分若干章节，并记载有1700个关于判断的例例，成为由他创立的马利克学派的教法基础。这部著作中包括的圣训已经得到多数穆斯林教法学家的承认，以公元795年归真于麦地那。3，伊玛目沙菲义。伊玛目沙菲义是伊斯兰逊尼派沙菲学派的创始人，教法学理论奠基人，全名穆罕默德·伊本·伊德里斯·伊本·阿巴斯·伊本·沙菲义。沙菲学派是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沙菲啊，为了统一教法，在严格尊奉天启，以应用人类理智之间做了调和。他的《法引论纲》，这著名的一个著作，就是《问法修论纲》，对教法因缘做了系统论证，创立了教法根源修，创立了教法根源修。学派的发展，他主张以先知的圣训取代各学派的现行惯例，用社团公义否定学派公义，并以严格的类比推理排斥自由斟酌的个人意境和抉择。其教法理论为教法修奠定统一基础，但消除学派分歧的努力遭到挫折，其学派在接受教法理论的修正后，首先形成以个人学说为基础的教法学派。嫡传弟子穆赞尼所著的论述沙菲尔学说及其见解含义的教法纪要，是该学派的理论基础。该学派形成于开罗和巴格达，一度为阿巴斯王朝所赏识，在伊拉克和伊朗盛行一时，后传至下埃及、黑加子和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并流行于几乎整个东亚非中亚部分地区，以及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和科罗曼德海岸，以及印度的后传至下埃及、黑加子、伊斯兰啊，后传至下埃及、黑加子、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巴勒斯坦，并流行于几乎整个东南非中亚部分地区，以及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和科罗曼德尔海岸，后又扩展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地区。于公元820年归真于埃及。4，伊玛目阿哈麦德·伊本·哈巴里。伊玛目阿哈麦德·哈巴里是哈巴里学派的创始人，生于巴格达，沙菲尔的学生，以他的名义
宾吉的圣训集，曼穆斯奈的阿哈麦的圣训集，收录记的以他的名义宾吉的圣训集，穆斯奈的阿哈麦的收集了28000条圣训，是海伯利学派形成的标志。海伯利教法学派是伊斯兰教法学派之一，以哈纳菲学派、马利克学派、沙菲学派并称为逊尼派的四大学派、四大法学派比。哈巴利学派在创制教法律例时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很少应用类比和公义，反对以个人意见推断教法问题，尤其反对穆阿塔兹勒学派的意志自由论，甚至拒绝接受艾舍里的教义学，甚至拒绝接受艾舍里的教义学主张，认为源自经训的知识才是正确的，而源自理性判断的经举知识不完全可信。学派的发展在四大教法学派中素以经典派著称，该派系在学派的发展在四大教法学派中素以经典派著称，该派系在圣训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其创始人伊本哈伯里曾因否认穆阿特兹勒学派的古兰经受造说而遭到支持此说的阿巴斯王朝海利法麦穆的迫害。该派著名教法学派代表人物有伊本塔伊密耶等。伊本塔伊密耶以坚持教法学家有创制的权利，并对苏菲的公修意识等异端行为提出批评，并对苏菲的公修意识等异端行为提出批判，坚持纯正的认主独一教义，被后人视为新海伯利学派的代表，其思想对近代的瓦哈比教学派和当代的伊本塔伊密耶因坚持教法学家有创制的权利，并对苏菲的公修意识等异端行为提出批判，坚持纯正的认主独一教义，被后人视为新海伯利学派的代表，其思想对近代的瓦哈布运动和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起到了其思想对近代的瓦哈比运动和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有重要的影响。海伯利学派初创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少数追随者，现盛行于沙特阿拉伯等国，于公元855年归真于巴格达。我们对四位教法学家有个大概的了解，以及对他们的学说主张的产生和影响，以及流行的地方、流行的地区做个简要的说明。相关的一些知识和话题，我们在参考查询有关的资料，让我们对伊斯兰教法和教法学家有个详细的了解。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在以后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共同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求真主苏巴哈纳瓦塔拉赐予我们两世成功。阿斯拉姆阿里库姆瓦拉哈马托拉希瓦巴拉卡图。